好啦，佢圖到咧 QTR 同 QSP 咧直線 ，SR 咧就係 angle PRT 嘅 angle bisector，ST 咧就係 triangle PQR 嘅 perpendicular bisector。咁而家 angle QPR 咧就75度，要揾 angle PSR 啊，做法係點咧？咁我哋咧首先咧就係留意到咧 ST 垂直 QR 啦，而呢兩個三角形 STQ 同 STR 其實係 congruent 嘅，OK？ 點解咧 ？ST common 啦，左右兩邊直角啦，而 QT 咧而 QR 啦，OK？ 咁所以呢兩個三角形其實 congruent。如果即係話啦，呢兩隻角啦 ，SQT 同埋 SRT 都係一樣，我哋叫 X 啦。跟住啦，呢一隻都係 X 啦喎。OK？ 因為呢兩隻係一樣噶嘛。SR 係 angle bisector 啊嘛。我諗所以你見到啦。 考慮翻大三角形 PQR， 咁 x 加2 x 再加75度咧，其實就係180度。所以 x 咧計到35度，咁所以就計翻呢個細三角形啦。 x 35度啦，上面呢只差5，剩翻呢只咧就180減75減35，即係70啊。